喜欢的都可以往口袋里拿。啊，这个好看，对，你觉得呢？哎，你过来，我给你看一下这个。好。那这个有点。可以，好看，而且跟今天的穿搭其实很配，因为它是一颗黑色的。照镜子去了。就这么看，你照镜子可以照五分钟。挺好看的，那今天带走了。带走，带走，带走。我觉得要配套带，要不再选一个戒指？戒指。戒指，这个我有啊，嗯，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绿色和红色的这个，让大家选是不是？对，那、你问，你们觉得选绿色的呢，还是红色的呢？作为，我觉得吧，比如有两只手，左手一只，右手一只，嗯，对，好像也还可以啊。你觉得呢？正面一只。哎，正面一只。基本刚刚好。哎，其实哎，这个里面还有，我觉得吧，一共吧有十个手指头。不是，我觉得说那个选一个颜色，其他的再搭一搭。嗯，应该要展示一下，你带红色和绿色，其实都好看。大家说什么？我想听。大家刷绿色。绿色，取不下来了，绿色。那就是带上了、那就是带走了、取不下来了，取下来了，取下来了，先带去吧，取不下来了。行吧，行吧，那我要不我来今天来打包一下，可以啊，等我一下哈，转来我来。那趁这个机会，我们跟外面朋友，天气这么热，让大家注意安全，然后不要拥挤。啊，我在这说也听不到呀，他们。有看直播的能听到啊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很高兴大家，就是包括。要不你大声的 say 个 hi， 看他们能不能听到。Hello， 能听到吗？可以听到。那你叫大家注意安全，今天很热，不要拥挤。你们也看。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啊、那就随便说点什么事。对，就很高兴大家可以过来。嗯，然后天气很热，然后这样注意安全，也好像听不到。这个开了能自动关上吗？那个。可以，不能自动关掉，我可以把它关上。那我们拍跟大家说句话，然后把它关上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是灯，对不起，哦，这是灯，锁了，锁了。等一下，门。哦，锁了。我让他们打开一下。稍等我一下，这个门锁了，门打不开，去前楼看。放心，没问题。就从这里开，从里面。我们不出去，我们在这里打个招呼就行。热不热？挺热的。哇，金钥匙。今天大家很注意秩序，因为不能上这个台阶，请大家注意。大家千万不能上台阶啊！对对。大家千万不能上台阶，不能上台阶啊！你不能出去。对，就在这打个招呼。就是注意安全。对，就是很高兴大家今天可以来这边线下，然后对天气也挺热的，所以大家得注意安全，不要拥挤，不要拥挤。OK， 让大家不要拥挤哦。对，大家挺棒的，嗯。高高。好，下继续，我们去打包啊。这个是我们打包好的。来，今天要带走。谢谢老板。对，这把扇子是只有今天在就线下店来的宇恒可能才有机会可以领到的，要不给大家看一下，一把就是很特别的扇子。对，后面有对，有我们的一个就是介绍。嗯，他们好。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项链，据说工作人员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项链，对。拿手里吧。
对他们说哦，真的没有，工作人员都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当我们来的路上，工作人员说自己买都买不到。来，我来领一下。直播多久？真没看美颜啊？没有，他们说把美颜关了，我全部都关了，听劝。把它滑动上去，这条。要不我们现场主理人告诉大家一下这个戴法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佩戴方式啊。哎，帅哥帮我拿一下。你在这看直播呢？我的钥匙。然后这个其实有三种到四种佩戴方式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款项链的戴法。好，因为只有这一根了。谢谢。然后主持人说我也没有。我抢了一根。把它当了一条丝巾。他们说可不可以比个心？怎么比啊？哎 ，FLV 的这颗心，正好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个。第二种佩戴方式就是这样，你可以把它斜过来，当一个 choker 一样，它很像一条短这种丝巾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有有。对，这样我觉得这个方法适合很多姐妹，就很好看。是。对，然后这是最普通的，还有一种我觉得。是很好的，是你把这个放在后面，它可以变成一条锁骨链，然后你还可以去迭代一些我们的一些珍珠项链啊，就是这样子会有一些复古感。是，所以它其实真的可以迭代很多项链。对，其实它不止三种，就要让大家解锁，告诉我们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对对对对，来，我还给你。热，对。